哎，何哥啊，你看我的吧，哈哈，哎，八戒，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咽不下去，我。你先吃米线，我弄锁链子去啊！快点，好、哎、好好好，好，那我先吃米线，哎。你看我的啊！哎哎，哎呀！哎，八戒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！小声点，快！你看我的啊！快点！我吃了啊，看我的啊，来，啊，快吃，哎，吃，别磨蹭了，哎，快吃，快吃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，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有主意了。什么主意啊？这回啊，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。风婆婆，您上哪儿啊？哦，是孙大圣啊，吓了我一跳。风婆婆，你上哪儿去呀？今天没事儿，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。哦，好自在呀。大圣，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？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。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。风婆婆，您请便。请便。你瞧，封口袋，拿它干什么用啊？哎，你瞧啊！哎，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？啊！你瞧啊！我瞧，这口袋瞧什么？吹呀！吹！好，吹吹，使劲吹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大的风啊？怎么搞的？怎么这么大的风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风姐姐，哪来的风啊？没有旨意，我哪能动风呢？哎呀，你的风口袋呢？在这儿呢。哦，我的口袋呢？吹呀！好，吹得好。这是什么人在捣乱？实在就是吹呀，你吹呀，吹得好。
陛下，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，请陛下恕罪。下去吧。来来来，走。说，跟他说。你说，你说。悟空。啊？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？哼，这太不懂规矩了吧？规矩？哎，玉帝老儿，俺老孙正要问你呢。你身为玉帝，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？那自然是。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？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哼，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，地里颗粒无收，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？哎。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，不敬上天，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。嘿，这当官的有罪，你罚当官了，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？对呀，你说你，我是天蓬元帅，当初你调戏嫦娥，被罚至人间，保唐僧去西天取经，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？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？嗯，官，你别扯旧账。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，干你何事？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，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？哼，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。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，是个好官，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，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。可是你揪着不放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你就别管了，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，把人都饿死了。嗯，以俺老孙看，你是滥发淫威，没事找事。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？就是这么回事。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？就是。那好，那朕就告诉你们。好好好，你说说看，老孙给你评个理。就是。哎。话说，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，朕出游万天，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，朕正要享用，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，那果品滚落了一地，哦，被几只狗给吃了。你们说，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？猴子。猴子，啊，你们笑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？啊，寡人这倒不知。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，强抢民女，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。可是他老婆不依，于是一时狂怒，犯下了罪过。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。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，那儿的老百姓。饿死的饿死，逃荒的逃荒，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？你知道吗？哼，就是嘛，老百姓的多惨呢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嗯，哎，玉帝，跟我走。上哪儿去啊？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。不不不，寡人不能去，寡人不能去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走不能去呀，我留物。走走。寡人不能去，寡人不能去呀！哼，你说那郡侯有大错，俺老孙倒要问问你，如今到底是谁的错？是寡人的错，是寡人的错。张天师，在，快把龙王给朕叫来。谢谢苍天啊！
感谢师傅，感谢师傅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哎呀，太好了。